帮你解除封印。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？我找到了制造你的图纸，上面有解除封印的办法。你在这具傀儡里面被封印了几百年，不想自由吗？你想我做什么？我什么也不要，我要的是那部分封印你的能量。封印你的能量，它有什么用？这你就不用管了。有几个小杂鱼在追踪我，你顺便帮我解决了吧。我去准备下解封需要的工具。
镇上来了一些穿着古怪的人。上好的鱼肉，快来买啊！朋友，帮个忙，抬把手。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
宝石就是我们的亲儿子。你想去哪儿都可以，我带上你。哎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宝石就是我们的亲儿子。你这个女子长得再好看也没金子讨人喜欢呀。我这可是好货，听说了吗？管那些干什么，我们只管喝就是了。哎，是吗？来来来，喝。今天不醉不归。儿，干！管那些干什么？我们只管喝就是了。来来来，喝。